走着。哇，真好吃！哎呀，哎呀，嗯，这长毛脑是真好，真好吃。20多，妈吃香不香？哎。不搭理我，哼！我说这长毛脑可好吃了。呛死你冷哪溜了？冷哪溜了？拿吃不着。如果说喜欢吃猪脑的，你们一定要尝试。哎呀，这个蒜味的有点，谢谢。这小鲷鱼你还讲究？你还惦记我了？嗯，我感觉就是大的吃老过瘾了。长毛脑喜欢看的，记得往我脸上戳两下子，二话不说搂着。我的妈！哎呦我，太过瘾了，吃这个。嗯，今天这个视频光试过，长毛猪脑老嫩了，太香了。长毛脑你尝尝不？你这就是来围山来了啊。嗯，这个还挺嫩的，你尝一口吧。嗯，新品，新品，新品。这个挺嫩的。嗯，这真不错。就那个羊脑，这是脑，嗯，这个是猪脑，对。不是我不给辫子吃啊，他真不吃。嗯，好嫩呐。
爱吃脑的可以尝试一下。哎呀，讲好点。罗森串串，来一整盆吧，让你们都看得过瘾啊。哎呀妈！老嫩了。长毛脑儿今天又来了，二话不说开搂吧，唱一个。吃不了，让你吃你也不敢吃啊。猪脑，烤着吃了。不吃的人会后悔的。喝一个脑袋，整个整个。可稀溜了，
相当香啊。爱吃肠的一定一定要尝试一下子，老好吃了。嗯，爱吃脑子一定要尝试一下子，可好吃了。转上你